有戒酒药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不吃。刘瑞，你吃。不要给自己设限。Start 明天，放心吧，我好消息啊。好，静候佳音。方予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喝了这么多呀？周林林，你放心。我永远都会保护你的。我给你打个电话。光敏植物发育期不能见光。我对植物不感兴趣，我感兴趣的是你。还有，刚才我就想和你说，你脸红的样子真好看。真的不用我送吗？不用，你帮我扶起来就行。你回去吧，不玩玩你了。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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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头。哎。260位，哎，你还能走路吗？找什么？这什么？解酒药。你有解酒药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不吃。刘瑞，你吃。来，快点，坐好了，拿着拿着。回宿舍。哎，脱衣服干嘛呀？林林呢？啊？我不冷，你刚喝完酒，你不穿外套就感冒了。起来，能不能走啊？那你靠住啊。起来起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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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那滑板，坐上去啊，坐中间。明明的滑板。啊！哎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别别别别！
腿放上去，腿。别往后靠，走了。哎，方予可，你宿舍在几零几啊？在哪儿啊？我说，我也不知道。我问你几零几，谁让你说对不起了？